对面的点杀就非常关键了。对，如果说要防这个点杀，防不好的话，可能说很危险。而且进来这局面看见就不太对劲儿，上来三票中仨，至尊三票，哦破甲想压的。对面的话是防了一手物理系。 观战方这边石头，你看样子力点加的比较多，开局直接变，不选择加野兽，开冲头神了。打脸，伤害不够，两千八没办法被大克了。想观战方这边一直把法连，博了把将近4000的血吧。嗯，直接上恶爆压一下，但是大哥你大克了呀，宝宝伤害也会降低呀。而且有一个宝宝被飘了，等于说现在只有两个充能补到了，这1000多肯定是不够的。打不死，打不死，打不死，我感觉这场比赛血山有点难受了呀。哇，对面这个女儿村是又耐又刚好比观战方这边的输出要就是风系要快，速度要快，是。而且这边风阵是有速度位的呀。来吧，屠刀。嗯。而且观战方这边风阵队长位置也没有这个拿到物理速度，整体局势对于。 观战方这边而言都非常的不利，不利不利，阵法阵容上面来说的话，观战方这边处于绝对的劣势。嗯，先加野兽还是先拉宠？是不是说先加野兽飞一把，飞完一把之后我再考虑后面拉宠的问题？对。但你这把飞，说实话，挨点怎么办？嗯？接着压，你就两个宠啊？狮驼岭加野兽的，你接着压，就一个宠，就一个宠了。这宝宝平 A 吗？2号平 A 吗？ 2号武龙丹那个单位可能说是三回合的，刚刚没注意看，那就一个恶爆，这怎么够？对面一把金过来了，无解，感觉一把金关，等等，观战这宝宝好像也不支持他保人啊，化身4速度6速，对面地府是一个5速，观战方对战方点观战方这边盘丝怎么办？我在想，这回合点观战方盘丝无解啊，不会点狮驼岭吧？讲道理啊。 你这点狮驼岭太明了，狮驼没意义，主要是它也飞完了。点盘丝就行了呀，硬点盘丝啊，金签点盘丝吗？看一下上端武装盘丝都可以啊，武装盘丝哦，法器，嗯，也行吧，先把163打出来，这把不会点狮驼，狮驼太明，哎，太明了，躲过一劫，只能说躲过一劫，是，但163怎么样都要被打掉一些了。2000起啊，这是哥。 现在没有王良，没有金峰，金峰来说的话很低啊，相对低，嗯，相对低。开飞，观战方这边的法器可能还出不了手，因为全场10速啊。是，但对面秦一三你用过了，是不是说得跟一把抽了，或者说跟群秒了，只能打个163。哦，跟把抽啊？今天都不爱出，都不爱出，真不爱出。我以为他偷偷的背着我们把树敌给安排。结果打到后半段出了，出了，嗯，出了一次。 拉壁垒出来扛吧，这个扛不住啊！观战方这边的化身啊，不，这个狮驼岭也别想着什么先啊封住，也别想着什么先这个飞了，先把漫天找一找吧。你这伤害感觉有点差呀，开始叠人心。嗯，神木林起来最好先把纸人剁了。金三叠再清，第一排三红虫基本上哦还行，神了3只虫吧，我没记错的话。嗯，那这个宝宝的话，哦再生，嗯，运气很好啊。 看一下后续补出来的宝宝是不是善恶吧。3只慢的嘛。对。哦，知道自己有可能要被点了。先，哎，对面也剩一只。对，先把仓外纸人立起来，没问题。但人心不高啊。人心不高，观战方这边狮驼真的别了，行也找半天，或者象形一下对面的那个什么吧。神木林，我觉得对战方这把过来好像无解啊。 封你观战方这边的武装怪，嗯，而且有个问题，观战方这边的这个盘丝已经被封了，所以说我对面有可能过来，哎，对，把武装一控，直接点没招啊，感觉。对，就很难受啊，现在观战方。嗯。23速，被对面大克，刚刚那个虎头位置伤害的确是不太能招架，直接点武装命中，观战方这边抢速度，丢一把凝脂给对面物理系，但是对面点杀怎么办？没点。 光源散，平野找半天，观战方这边先没问题，没出，没办法，只能平野找半天。现在这伤害太低了，被大克了，一直都太惨了。对面的善恶虫，哇，这又清掉，清掉，寒丝，这已经落花都没时间丢。第一回合丢过，对，他就第一回合丢了，到现在没丢过了，打神。
很难受，说实话。之前被动出发很难受，很难受。现在对面真的欲取欲求，是想点杀就点杀了。感觉观战方这边防的空间都没有。对，这怎么防？只能丢无魂防。嗯，女儿武装可以立个盾，盘丝出宠就行了。嗯，要不丢把无魂给对面地府啊？要不无魂吧，我觉得也无魂吧。无魂地府是最好的操作。嗯，观战方这边队长位置这把有速度，但变身还有六回合，象形应该不太可能。要不师伯去清一下对面的善恶，但现在的宝宝都有招架。对，平 A 吧，要不还是平 A。 哎，平 A 找漫天也行。想赢的话你必须把漫天找出来，找不出来的话你这个飞不进去的。直接不给你动，但是没中。观战方这边流云自己狮驼岭还是要抢物理的速度，物理速度现在已经有了。嗯，落花也是有可能新拉了个宝宝带嘛。对，哎，没有去活血自己的一个神木，觉得有盾嘛？对，觉得这把点狮驼岭的概率很大。来了，来了，中了，观战有速度，疯狂一把，这个感觉狮驼倒了呀。他有没有可能封印过后，刚刚拉出来的宝宝有一个是刚好比神木林快的那种，一个五龙丹下去？我这种配合要求有点高啊。哎呀，起法防了，有这种宝宝，有这种宝宝，但是他没位。对，但是第一个封以后，空缺了，空缺了，增加了1%的伤害。嗯，这大唐已经挡不住了，挡不住了，拦不住了，拦不住了。观战方这边要有没有可能性把对面的四号秒掉？来，还行，但五号锁住了，五号锁住了，哇，直接带走。这波 SE 啊，给了观战方这边很大的压力啊！现在，嗯，仗着这波 E， 对战方真的欲取，哇，这再神，那观战雪上加霜啊！来个罗汉吗？观战带控化身，控化身，化身啥意思？为什么不控什么灵呢？哎，这把控化身确实，对面好像现在需要化身的面不太大。嗯。像对面什么想套塔吧，可能神木林啊，只有这种想对面神木林都知道自己可能要被封，要被封，是因为女儿村在落花里头，所以说选择踩了个塔，让自己后续的机动性变得更强一些。好消息是对面这把应该不会延吧，你延只能延三回合了呀，现在没必要，没什么必要。嗯，延没必要，对，你这个时候延来说的话，地听也没什么时间说，想推的话还不是那么时间，没必要延。嗯，至少等十六回合以后，对吧，可考虑接着点神木。对，因为观战方这边神木林时速，对面女儿村头顶带花，强行控一把观战方这边化身，然后队长位置的话可以选择一把破血，因为只要化身中了啊，没选择控化身，控的武装，武装有罗的还行，反手挪一下以防被连点。笑地府，地府够，对面地府够，有可能是笑什么灵智之类的吧，或者流云之类的吧。哦，延了，延了也可以，哎，无所谓吧，就但我觉得更好是十六回合之后延，延了以后能配合地听出手。嗯，现在延的确，你地听出来都得十回合啊。那这样子的话，他面对观战方这边的反扑可能说稍微少个尺子，一会儿等观战方这边狮驼起来，咔，直接拉一只地听啥的。目前来看的话，观战方这边暂时集结不了火力去反攻。哇，六千，扛不住，扛不住，扛不住。嗯，宝宝飞得太快。对战方如果说一直持续拉三样虫，根本就不需要地听了。嗯。踩塔。观战方这边人心倒是叠得差不多了，那过两回合观战方这边狮驼岭能起，能起之前对面先把光辉补一补。对，大死亡接着拍，这中一下就难受了。哎，哦呦，这漫天是不是再出来，现在其实已经不太已经逆天了，已经逆天了。如果对面三把漫天全部叠满的话，观战方这边化身可能平扫都得注意点。嗯，没办法，宝宝被清太快了，拉不起来啊。现在场上速度最慢的是对面的四号宠，观战方这边必须全力集火它。是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观战方这边神木林的安全又有谁来保障呢？渡劫来保吗？只有渡劫来保。但是你打二幺的话，很有可能你点金身那个诸天了，
不一定有渡劫。看一下观战方这边五庄官没宠，对面大概率会控观战方这边盘丝，然后盘丝有可能会选择走一把落花。控观战方这边盘丝，对面想点是能点的，可以看到刚刚那个大唐伤害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够。看一下，直接封盘丝特技，落花也不给你出，但是没中。光辉，化身踩塔，对面点过来有了，但选择加流云。对，因为观战方这边失脱全场七速嘛。嗯，下回合要起来了。嗯，继续光辉。观战方这边也有防啊，但是其实我两只血宠已经压力很大了，这代表。一般带两只血宠压力已经很大了，很大了。是，因为你带两只血宠的话，以目前观战方这边的一个伤害来说的话，清对面三个清不掉。对。啊，清这个最慢的。还行，没神。没神还行。真的，观战方这边稍微小松一口气。嗯，那下一回合的话，观战方这边可以考虑一号、二号其中一只来拉。因为观战方这边二号是慢过对面所有宝宝，目前是已知，然后一号宠是新拉的，也有可能是那种拉慢的，为了拉人来的，都有可能。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观战方这边一号、二号都未可知是谁由谁来拉，但是二号宠一定受针对。对，哇，又是一把至尊三挑，这把反笑一手对面的女儿村。对，以防下回合他有金清点，还是默默直接控对面的一个地府。嗯，观战方这边盘势立大功了呀。摇摇铃铛，这算的也太准了。知道自己，他应该是没塔，塔 CD。嗯。然后这回合就算不封他，他可能也是摇铃铛。林青。嗯。他风林火山是干啥了？不会是火吧？还需有必要吗？他封也没必要啊。对啊，没有封的必要啊，关键。他想抢武装的速度。他是想开。哦，不对，他是怕观点方这边拉出快的 DT 比他。嗯。哇，紫金生。这么好吗？打的。但是如果说地听足够快的话，风也不一定够快。30%，我觉得怎么都有了吧。这样子。除非你是那种女儿加一个笛子就出手的那种。大唐1100-1200的面板啊，然后加30，1400-1500。但没阵法加成，观战方这边地听有高明，不一定吧。不一定，得看。一般来说。这种中速地听应该是1100速度，嗯，撑死1050到1100嘛。高敏的话加上，反正我觉得对面大唐如果说正常速度的话，是一定比观战方这边的地听快。但目前来看，地听好像出手了，好像出手了，是。这卡要是不是渡劫保下来了？有没有可能渡劫保下来？第一，他对面有破血的，他破血贴了一个，然后第二下渡劫保下来了，封还真是封。哎，他不能这么自信吧？不会一个平砍吧？这不太好吧？继续封特技，但观战方这边加了呀，哎，出事了，一尺哦，还行还行还行，给予了尊重。但是你盘丝估计啊，盘丝没动哦，盘丝被封特技，没有没有，盘丝慢了，起风了起风了起风了，速度慢，两滴，一滴一真阳啊，一滴一真阳有贴，啊砍掉了飞机，飞机只能说是飞机，哇这个出手其实毁天灭地不敢说。但是还是有压力。大唐怎么都倒了，反正对，大唐怎么都倒了。哇，这把风起的精髓啊！对，我这把说实话真的算准你出地听。我真是这么好啊！太夸张了。对，潇潇，这个卡哪了？卡斯多飞机啦？红里穿云一波想大爆发，哪都没爆到。我感觉雪山。有点难，渐行渐远啊！嗯，那观战方这边的这个化身四也得拉宠，沈木林也得拉宠。哎，这一回又要挨点了，直接轻轻点，很果断。最怕就是后面直接摄魂过来了。化身是吗？对啊。最怕就是直接收啊！含情脉脉又被封特技降这个河图，然后又被金青花护。顶下段了，顶下段他想那个吗？拉全魔嘛？拉全魔吗？嗯。而且他法系没速度，这是最关键的。观战方这边法系没速度的话，直接拉了。哎，这几个13，4次163，5次捂不出来。嗯。不过结果就算5次也没用，对面的 SE 宠太多了。嗯。这要滑到地听，那就难受了。还有跟平砍的，很细节的。对，也知道大唐伤害够，
石头，两只吧，两只吧，两只两只的，赶紧两只。那观鸟方这边没灵源了呀，两个上端。是的呀，这就只有化身能加，只有化身一点灵源能加，而且化身这一点是确定带的是带的底吗？还不知道啊。嗯，我觉得对面都不管你，说不定不管你，你最多而且二幺你能压我个大堂，压我个大堂送我一把王良，是何乐而不为？说不定点你地厅来把票。对，因为观战方这边两个风系是铁没灵源的，是，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战方的压力并不大呀，最多化身一个，难道说这两个地厅单纯只是为了出来牵制一下，不让观战不让对战方限制观战方这边的恢复？但两个宝宝的代价好像又有点大，女儿村启盾真不想管，套化身不让渡劫，香卡哦不是小不是提奇，只是小四海卡满，笛子一家压队长了，单纯的压队长给对了，捕鱼凌波，两点零元，搏了，我怎么说？搏了，但是搏到这一次会不会更好一点？大堂应该是倒了，如果说只要中间这是地心正常出手。说实话，这个小赛换成一个提气药会不会好一点？提气大金啥的。三号怎么说？三号这么慢？三号能不能出手了？大堂倒了，两滴跌倒，还行，有两滴，三千一。大堂血量还蛮高的，但化身倒不倒？化身爆的话可能要吃爆的话可能要倒，没吃爆。没吃爆，化身倒了，女哇三千二，我感觉这局没了呀，送王良了呀，这送王良啊，还给法莲平砍扛住，但是后面应该还有宝宝跟着四号是吗？嗯是，一号还没动吧？继续圈你特技，就不给你落花。他主要是不给你落花，降一下你封命中率。你要能封上，那就认了。反手给罗汉，还能再拖一下我。直接说砸死。直播容易砸掉，嗯，自己也没事干，在那个日月乾坤里。他也不想着无魂观念方这边的神木林呢。嗯。啊，那个地，你看对面地府这种时候都不读，就是他还是觉得地府的毒。没什么用，没用，没用，就是真没用。又来1200血，哥们儿，修特修硬件了，太强了。不是这个全魔有点过于明显，象形了。嗯，象形了。但象形来说的话，对面神木林解开也一样能秒你啊。他是不是群秒秒不走的那种，或者说加个渡劫啥的？渡劫象形都得跟。嗯。那谁来加笛子呢？就上端两个点。然后四号那个五号拉一下法系，法系也加一个三滴，对面不排斥，毁天灭地，就对面配合着你地厅出手是吧？就十个人都配合这个地厅一起出手，嗯，个人秀是吧？地厅个人秀，对，那化身也没必要给渡劫，我觉得一哎呀直接争了，那没机会了，没机会了，嗯，直接提气啊、还是小四海呀、啊，地敌。那光笛子渡劫肯定给了，狮驼应该，狮驼可能也给，看狮驼还是给象形还是给什么？给象形还是给笛子？摄魂，嗯，象形没问题，有盾没象，哎没象住，难受，慢了吗？没慢，没慢，渡劫没破掉，神又没破，神又，但有情啊，但是有情啊，没有群秒的。连不连？连不连？连不连？连也不够，连也不够。他是那个全魔的，法防还蛮高的。叠了，哇，这血量压的真的是。能不能掉头？不能掉头。哎，大堂再吃、啊。嗯，全魔的有点威力的，一千多。嗯，还是得看爆不爆。爆的话好像两千，有点机会啊。女儿村可能要倒，可能。哎，没倒。泰山没倒，秒法四千，没倒。
吃了一尺，吃了一尺，然后把你这个武装罐的真阳力气给你蒸了。没有，武装罐是正常吃的那个，没有那个小上海他就倒了，他就飞了。博大金，博一把提气出来。哎，我是觉得宁可吃大金的。碎玉强控化身，不让加血。就那个小四海意义的确不大，对。胀气，乱回复。但是现在对面其实压力不大呀，地府都还没开始读呢。直接拉大堂，小死亡挂，觉得长驱就够。因为他163前面出太多了。嗯。他那把冰川弄出法连直接出了出了一次，然后前面大堂扫也破过。哦，很自信，也是求稳跟了把冰川弄。对。拉个宝宝。没有放弃啊。嗯。七宝解一下摄魂。感觉有提气，是不是飞一把？武装官来个清风望月，点化身清风望月有没有？罗汉金钟，他化身上回合被封的，这回合应该要人开吧？啊，人开，对，没必要点化身。纸人，清，宇防官那帮，哇，这边吃动力好快，比这边化身四还快。嗯，这边化身抗性应该拉满了，应该是拉的宝宝也带马，啊，然后也没凝过嘛。对。然后对战方这个孩子在场的情况下的话，是不可能跟观战方这边物理是抢速度了。是的。那上一回合即使是这个全魔，所以说刚刚那把象形既然没象住的话，是不是加个笛子威力能稍微好点？毕竟有那女儿就倒了。嗯，那女儿有可能倒，女儿铁倒。嗯。观战方这边已经活不了后期了，是只能在前期看地厅能不能。找一个比较完美的机会，但现在灵源也不够了呀。嗯，不，武装有一点，狮驼有一点，嗯，然后化身有一点。我觉得不会给机会了，就是对面也知道，就稳着打下去，他已经稳赢了，就没必要这样跟你拼。你拉地听，我给你吃尺子就行了。是的，象形还象，1200的多，刚好你的象错了还。阿爸把观战方都算得明明白白的呀，观战方这场比赛被秀得有点惨。嗯，封神木啊什么的他都选择踩塔，对，就没有什么无效操作。是的，这是太惨了。那对面这把可点可不点吧，他想点的话直接水清过来也行，但不想点的话，稳一手，继续封一下观战方这边的这个缝隙。感觉又是特技圈盘丝，而且女儿身头上带花，特技圈盘丝没必要吧？特技封武装也可以啊，啊不不，特技封直接封武装，直接封武装会不会更好一点？都可以吧？对，直接封武装会好一点。嗯。武装法战，那盘丝落花，哎，给的地府。对，因为保证下回合不能够不被点，嗯。这回合即便他水清过来，他好像不太会水清过来。活血了，没有单位血。没点的话应该是那个，还行吧。停下找半天，有吗？来了，本场比赛第一回合满天。第一把满天。第一把满天。感觉哇，这都不走，血量高啊。法系再起个顶，增加一下自己的伤害。嗯，这也是在象形过后非常好的一个对策。神了，孩子，拉个地听。雪山这个现在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嗯，太惨了。盘丝没灵源，没灵源。观战方这边武装官大概率被蒸。斯托林也是在没有变身情况下，一定是会选择给这个地厅加一把战敌的，就看怎么保，这个地厅怎么保，应该是沂水雪山这边最后一张牌了，感觉飞是不太飞得进去了。你要变身，要拉金刚，还要防点杀，各方面的操作太多了。对，观战方这边前期出掉的资源也比较多，所以说你这一把阵法被刻得太伤了，太伤了。对。
反过来观战方这边也把对面飞出去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对方争谁呢？真武装不让加那个真阳。对，假的吗？这边还不知道，因为盘丝上回合是用的，看观战方这边啊、哦，假的没吃过纸的话，看有没有机会能把这个三号抱住，好像是没什么机会的，血量有点多，抱歪了。哎，他是不是想把地府的那把尺骗出来？有可能，对吧？地府反正在落花里，想有个有效操作，丢把尺。神木林还几个冲啊？四个冲，已经，这已经是觉得无所谓了。哇，这么自信吗？这把尺我就是不丢，我觉得我能扛住。主要看观战方这边来说，真掉以后盘是没灵源，观战方这边能给予的灵源帮助就两个点。化身跟这个斯托林，而且斯托，那么化身就没办法给神佑，没办法给神佑，对面大唐只要平 A 就能带走。是破掉的保护还是挺多的，对。两个还三个去破保护了，而且一旦就运气好的话，抓一把那个什么，抓一把漫天，那真的是观战方雪上加霜。是。那所以这个局面来看的话，观战方这边只能看看能不能再博之地听出来了。因为对面的女儿村现在没有灵源的，22拉23，观战方这边真消失，对吧？真消失，对面女儿村没灵源，观战方这边来一把大的，感觉是最后一手牌了。这一回合不换，没有后续的机会了。观战方这边好像不太想换啊，这个时候师徒想要干嘛？师徒和那个神木好像没了吧，弟弟。应该没了吧？师徒我觉得怎么都还得藏一只吧？啊，两个宠还得藏一只吗？没了吧？这把还好，小死亡没挂出来。空气，那好像没有阴出去呀、啊。风点残云想配合阴机，然后做一个哇6000，但是孩子神了呀，这个就很伤了呀。A 到了，金山地叠到了一个观战方这边最能接受的点，是一个起盾的神木林。哎，其实只要是人物，感觉每个人都能接受。对，也是给其他单位叠到的话，那就加愤怒嘛。对啊，人物都能接受，只要不叠到宝宝。那这把拉起斯托林直接飞，因为这一回合你再拉地听已经晚了，24回合灵源就刷了，你这回合拉你不能这回合给他加敌出手啊。对，武装冠身上来说的话，这把封印烦，现在要看月下空关，月下不要出宠，但对面女儿村好像是不太准。对，蒙阴摄魂尽疗，觉得上一把风卷秒的伤害高，终于想起来原来我还有这个技能啊。一直以为只有落花跟那个什么两个技能。哎，行动失败没问题，还是想压一下对面的这个大唐。拿法器速度了下开飞，这把对面大唐有可能要倒。哎，我觉得他点飞的目标不太对。哎，抱一下对面的女儿村有没有可能性？他应该要点飞那些相对而言速度快的单位。哎，大唐连吗？没连。他把速度快的单位先把血量飞到7400啊，有了，有大了。他刚刚其实点着快的飞，先把快的血量飞残不一定贴的。这把灵源刷，对面队长位置有禁疗状态撕血，观战方这边盘丝刚刚被秒了一把7400，有可能是有愤怒的。武装冠来只听吧，感觉场上快的单位足够多，来只听。有没有卡封拉虚4500，那活血应该是活歪了。对，观战方这边也是被爆了7400过后有路接罗汉，一手活血活歪，观战方这边队长位置不能出手，魔镜也加错，地府毒了一手，对面地府到24回合用了第一把毒。对面大唐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三点零元了呀，观战方这边化身估计都得掂量掂量了。有罗还好。是有罗还好，那罗汉一旦结束以后怎么办呢？是罗汉结束后就比较危险了。是的。
先离孩子一拉。拉女儿，给女儿卡个大。那物理系是倒地，对战方有人心。如果说女儿直接拉法系有情的话，好像也能点，但是要防一手观战方这边盘丝封对面的这个地府，那所以说还是稳一下吧。是的，还是选择封武装。笑地府，地府的确踩打很久了，但是上一回合选择毒，这一回合还会不会继续选择毒呢？对面这回合要有可能要吃定神香哦。的确，之前算的挺准的。直接 A 掉观战方，西米砍掉没问题。没问题。火源闪没有说那么着急的去这个飞出去。这宝宝也有罗汉保护，能扛住。扛住，扛住，扛住。没罗汉保住真温了。定神香来了，因为这回合说实话我是觉得蛮明的，所以最后定神香我觉得是有吃的出来的。而且两个定神香，他给化身也卡了一个，怕化身下回合不能去活血自己打。是是，两个定神香喂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是的，那这样子的话，对战方女儿村只要控好观战方这边盘丝，活血出来是有点杀空间的。即使观战方这边有罗汉，但是刚刚那个大唐伤害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说你有罗什么的，我大唐伤害够就行了，挡不住，真挡不住。观战方这边盘丝又中毒了，一听来一只拉防御圈，活血都不活，他怕被飘不了，对，怕飘不中，哇，就出了个贝玉，立塔，下回合估计要给敌了，3700。虚血被拍了，血被拍，哎，秒走了。为什么拿中速的呢？哥，不是速度的吗？观战方，他是超快，不是不管中速还是超快的，反正就是没出来速度。观战方这边放三个虫，老哥你这么打，战备资源跟不上了，27回合，24543。而反观对面77577，对面就飞了两只虫，是。队长再飞一个嘛，是个孩子。对，哇，这对战方感觉现在优势无限大，无限大。对面只要正常打，我就是那种不要犯那种就很低级的那种错误的话，我找不到观战方这边突进去的理由。这对面现在轻宠都赢，说实话，是因为观战方这边是212，他不存在说小死亡把你某个单位点倒那种情况，不会出现那种瞬间崩盘。所以说对面现在其实轻宠都赢的概率已经比较大了，观战方这边宝宝储存量已经不够了。这把观战方这边斯托林应该是应机出手，人卡大，观战方这边清风望月给金辽吗？没中，好绝望，说实话。地府连自己的光辉都已经打上了，大死亡，但是刚刚那把金辽没中，这让一切希望也断送了呀。史托林鹰击还在暗防，对面这一回合的并没有选择进攻。还是那句话吧，我觉得观战方这边来说的话，师徒不要那么着急出手，咱老老实实的先把漫天找明白了，但应该也没机会让他找漫天。5800平秒，平秒5800，烟囱秒也秒不到队长，秒不到。三号还差一点点，观战方这边2号没跟，跟之前被动触发。那这样子的话，对战方这一回合，观战方这边武装官是清风望月的。控盘丝就能点，大唐血量够。观战方这边这把沈木林威，沈木林说不定已经倒了。罗汉，盖罗，这样的话也有可能又是一个快的，因为盖上罗汉之后可以不被对面沈木林秒嘛。魔镜加上小死亡来了，点化身，他支持的，他伤害太高了，现在巨剑
三箭凌渊，但是有罗汉，现在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呀，失血了好像。对，没有小四海，没有小四海，这段放齐音三叠，有机会吗？有机会，哎呦，没机会。他如果用竞技舞的话是有点机会的。嗯，飞掉，他少一个点给笛子也是一个问题啊。那咱们来看一下观战方这一回合，对战方这时候没有选择横扫，而是选择用剑点，那么这个地厅的存活率就非常的低了呀。应该是个快的，因为他选择盖罗的话，有可能这个就是拿来压对面队长位置，因为看见中大死亡了嘛，中大死亡我拉个地厅出来压一下你这个队长位置，笛子什么的都给上，但是这个化身倒地，后续观战方这边只要有人物倒，不说小死亡重不重，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个人觉得是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嗯，这化身倒地，对面地府两爷，这多少回合？九回合不能起来。嗯，没追啊。对，除非你这个，除非逆嘛。你这个，你宝宝跟药还支持你吗？24、52，嗯，太难受了。但是已经有一个天然封印了。是不是说可以利用一下，因为这回合加笛子嘛，加笛子也不会把这个封印去打开，下回合利用这个天然封印找一把逆境吧，不然真没得打了。地丁出手了，嗯，那对面队长位置可能倒，女儿正常真就行了呀。对，真观战方武装怪就行了。嗯，一定要压观战方这边武装的真要利器。无魂对面化身四敌来一，石头应该加不上，加不上。嗯，无魂也是不想让对面丢尺子。嗯，石头是加不上的。这个摄魂，摄魂也给他提醒，就是要硬保对面的大堂。会不会连呀？主要是看连，我觉得主要是看连。哎，连了，我觉得再连一个的话，好像有点机会。如果能再连一个，能连吗？连了，我觉得有机会了。再爆一手有了，我觉得不用爆，这已经有了，弹假了，这个弹假，弹假了，假的这个就有点难受。哎，又弹假，有连爆吗？没爆，这中间不弹那两下假真有了。失血，看一下小四还卡一个，但血量并不多，极限一换一吧。石头的鹰击，再神，这个是神又哇4200，现在他打法对了，他加了把魔镜，你知道吧？死了，应该是死了，贴不住吧，贴不住，贴不住，血量太惨了。但你没有风卷啊，正常秒吗？五号能秒走也行。风卷有啊，这凌渊不够。哎呦，这神的真的是绝望。五号飞了的话，其实这一回合如果说那两个宝宝没神，四五全飞，对面压力很大的这一回合。对，你这边再拉地厅有，哎，腻了，这个天然要利用。对面阎罗令有吗？三，单位是不是？哎，这把阎了，观战方这边，但是说实话，先例换了，好亏啊。那没办法，大死亡中。阳护，对面是阳护，观战是逆境。还行吧，这把观战方这边小赚一点点。嗯，一个宝宝换了一个1.0元和化身的起来。对，但自己五龙丹消耗的也多。解开，推拿，赶紧推，推拿。哇，配合的好，有一说一，配合的好。嗯。但对面阳护也起来了。对。观战方这边是没有人性的。对。接着飞，感觉接着飞有希望，因为对面化身的话没有零元。接着飞。神木林也有提气，一把三飘，观战方这边飘中一个宝宝，反封对面的神木林，对面神木林被封，观战方这边也是卡蓝，直接拉金刚魔镜加上起飞，飞不了吧？说实话，少一个先例啊，少一个先例，少把风景残云，那也只能飞飞看了，感觉你现在跟。就是说找漫天不给对面人物压力，找漫天对面就找机会点你了呀。对面也开始贴了，的确压力还是感受到了，防了。嗯，
不容易。这两上一回合这两宝，哎，中了，有没有工地厅？但问题是你现在出宝宝再把工地厅打掉的话，关天峰这边宠现在最宠太堪忧了，太堪忧了，化身盘丝两个点最多，一个四一个五。嗯，武装冠已经这个宝宝走之后只剩一个了。是的，宝宝储存量的确不大。那这边的话，反正活血宝宝宝吧，那个五号感觉不太用管，直接博他神佑，然后这个二号宠的话自己活一手，毕竟自己的宝宝嘛。自己的出手率因为要叠人心的原因还是需要得以保障的，盘丝宝宝也还多。哦，又是三票中二，日月乾坤不中，为什么盘丝又那个了？哎，为什么盘丝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落花对面的大堂呢？落花对面什么灵也可以啊，出去。哎，小死亡挂剑斩，一点剑金三蝶，有一点点机会的，有机会的，有机会的，有一点机会。大死亡拍没中，金三蝶有了，哎，但是盾顶了，哎，神佑，他是300血啊，还可以这么玩吗？但是没办法了，倒地了，倒地了，788，这不会把地厅 A 到吧？还行。两边一换一的话，观察方这边有点小亏啊，自己中的小死亡倒的，因为地府刚刚只用了1点灵元，但观察地厅来了，观察地厅来说的话，对面女儿还有针，继续针观察方这边武装冠，好像没辙呀，能观察方这边能放两个笛子出去啊？我说实话，观察方这边武装冠，把强行放了吧，万一运气好的话，我觉得不可能给这个机会，放到观察方这边的神木灵身上啊。对吧，神木灵是必给到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能让他放出来，放到观察方神木灵身上，是就很香吗？感觉的确对面都已经一直在争观察方这边武装，然后观察武装都是在丢法宝什么的，这样的话会不会给对面带来一个错觉，带来一个错觉，那这样子的话，观战方这边武装冠，如果说真阳令旗出来，还是给，还是真，还是真，很稳，很稳，真很稳。哎，他给了，他给了，对，因为他这把强行加的话，能加到自己的神木灵，能给你伤害。刚刚来说能看，哎，这把给怎么说？哎，哦，给尺子吧，行啊，行啊，行。不过化身除了给尺子还能干嘛？对面没事做了呀。解掉，也是提气啊，就等于神木没加了。哎呦，这把罗汉一出来就难受了呀！不会力劈起手吧？这做不了事情啊。宝宝的那没事，人是宠杯嘛，大不了对面的宠的这个目前的状态太乐观了，是太乐观了。三号宠，行了，那好像。这挺难受啊，这个雪山。哎，这是三号宠拉的，更难受。说实话，对，法莲。哎呦，给了个提气，还以为有点机会，不知道是不是三号宠了。加兰，机会还真是哦，没有顶了个大金。这三号宠拉的，真的难受，绝望，挡不住了，两个一起走。这就很难受了呀。一号拉的最慢的。安稳，起来历史。观察方这边已经到失望，再到一点点小绝望，现在已经是大绝望了。武装被针，然后盘丝被飘，罗汉感觉这个，反正被点呗。说实话，观察方这边被点呗，杯水车薪啊。只有沈木林被点，要不摄魂点沈木，我觉得点谁都可以。对面欲取欲求，对面。复活命谱先延，先延。哎，他可以延点，那个大死亡在呢，不管的。哎，不是，有一个问题，对面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对面现在只要把观察方这边这个延点掉，那么直接换全部地厅，观察方这边只能看着呀。是，只能看着，只能看着死。有没有一手烟雨剑法？血量够不够啊？血量谁啊？观察方吗？武装冠够不够烟雨？不啊，下回合回一下，下回合回一下，做好对面出全魔地厅的准备。这回合就回了，回一下，够了。然后我有金刚烟雨剑法，我觉得对面出全魔地厅应该是不用争议了，这是一定要来的。对，这种双岩出全魔的套操作是太最正常不过的。
观战方这边这个谛听面对对面的罗汉也是强行拉出来的，对，作用应该不大。他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怕对面直接血选的反冲他，没什么机会。感觉这个谛听观战方这边虽然说武装万能加上正阳令旗，但是后续能加的单位还是太少了一些。如果说算准了对面大唐要点杀彩圈的话，观战方这边一个没加，没什么好投资的呀。说实话，宁志给到了沈木林，还想现在观战方这边唯一来说的话，能在法器上面做一些手脚了，只能在上面做动作了。杨户这样子的话，观战方这边磁性吸起来能拉。但是狮驼岭是继续被延了，哎，关照完相亲一下宝宝吧，差不多，这个三号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就亲个宝宝差不多了。关键他走不走啊？能不能清掉 S 两个？这个宝宝有点问题啊，关键血好少啊，这血不少吧？我看到没有了，三下三千四千，哦，也是，可能稍微多加了点攻击，血不少，对，可能没进台，是马啊，对吧？没进台嘛，没有办法，最近。看得太多了，看太多了是吧？对，拉出来一只就像，对对对，因为不知道还以为镜台现在是童子的必带技能呢。哎呦，这个才给了一个这个善宝，给了帮忙奶了一口。那这样的话，对面金青可以继续点。是的，观战方这边武装罐盘自动也有压力的呀，对面七杀很高的。观战方这边盘丝有可能会出宠，所以说这把是不是说金来了来了来了，金青来了，我觉得点谁都可以。武装几段，盘丝有没有盾？盘丝有盾还行，我是觉得吧，对面，哎呦，重新点人心，我讲盘丝，盘丝来了，他觉得盘丝出宠，但是观战方这边没出，小爽挂中的话，观战方盘丝可能还是要倒，还没挂中就不会倒，因为少了10%的伤害。935很耐，然后磐石本身法防就高，加上脚下有罗汉，是再有纸人，再来，哎，有追啊！怎么说这把对战方大能踩个自行车？哎，对面女儿村没灵源是吧？对，观战方这边三个点，哎，我看是能钱吗？狮驼起不来，被延的太多了。哦，那至少两个点伤害拉满，真阳令旗肯定给上了，这把肯定给上了，必须给了。哎，我觉得对面不敢无魂吧，不敢无魂武装吧？对他又不是国子监指挥，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玩无魂呢？真阳令旗先给上，真阳令旗能加两个点，一个谛听，一个神木林。而且对面罗汉接过了，然后女儿村刚刚金青也是放过了，所以说对面现在不太有罗汉，不太有愤怒，不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观战方这边一把真阳令旗封特技啊。盘丝没那个嘛，没灵源，没灵源，对对对对，真阳令旗铁给上三个点，长神不让笑，但是对面这把应该是罚站了，罚站了，来了来了，这是唯一一个全场血山翻盘的机会吗？而且长神卡上了，沈木林不一定清得掉，零搭，我的天哪，这，说实话没有办法，没命，真的是没命，风头太差了。这真是没命，这宝宝全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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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铃铛跑。首先正宝贝大克，然后宝宝一直神，对面宝宝一直神。雪山现在指挥讲道理，应该在这个调整好心态了。这个铃铛，这铃铛，这铃铛架在雪山唯一的一个翻盘点。我觉得后面已经没东西，没东西了，没东西了，真没东西翻，没有战备资源了，已经没有战备资源了。我这也太夸张了，一个铃铛给摇跑了，这真的是，那这没办法呀，这机制存在即合理。对对对对对对，一把含情脉脉封一下队长，对，一别人心。对，铃铛这个真是，这没办法，这真是命，这真是风头不好。哎，他这个鹈鹕地府是不是说大唐用剑？感觉大唐用剑的，大唐几点灵源？大唐没有剑吗？没灵源，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那个什么呢，还以为有剑呢，是靠三个硬盘。他不是啊，他觉得大唐这个能正常出手吗？觉得不会封大唐。也是啊，对，正常谁封大唐呀？对，那这样的话观战方这边算是防下一手点杀，磁心把狮驼岭拉起吸起来，盘丝下一回合刷陵园怎么说再拉一只吧，有的话再拉一只吧，都已经打到这儿了，都已经出了这么多了，
不差这一只了，气氛都已经烘托到这儿了，那我们这个时候的都对吧，赢已经是不太可能了。对面的宝宝六七五六七，这感觉不太，反正就只有一只全摸地听直接出去那种局，对，翻，对，不然就翻不了。这个不对待方这个时候，哎，我觉得下回合有零元了，已经没办法了。对待方直接选择换虚拟一，这个有这个必要吗？我三千一，三千一秒法系啊，爆是一致了，我接受不了。盘丝再来了一只。三千一爆法系，真的是爆法系，这说实话几率还是不高的。斯托林起来要变身要象形，但是对面物理快，观战方，对的，观战方这边的指挥依然在运气这么好的情况下没有选择放弃，而是选择继续找办法突破啊。这个来说的话，雪山的指挥韧性还是拉满了，再加呗，我感觉再加呗，再加呗，都已经打到这儿了是吧，运气已经差成这样了，我不相信还能继续更差。这次地形要是再被摇跑了，我不过对面这回合也不会摇了，直接增加尺就应对过去了。对，哎，他会不会骗一手，这只我拉地听只是为了骗你的灵元，骗你大唐的出手，然后保住自己这边的人物，下一回合观战方这边神木林磁心能够吸起来，然后磁心吸起来过后自己这边再拉一只，那一只才是真正的王牌。但是你这是我们刚刚在就是说赛前聊的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雪山现在的硬件真的跟以前地听太多了，天壤地别吧，地听能这么拉的，而且他的那个镜台宝宝还有那些什么善恶宠对吧，质量都比曾经当时那个什么还带七技能力劈啊，不说那么久远了，就上一年都好很多。对对对，而且他雪山团队来说，我们就是最近有跟他们团队的这个物理聊天啊，不是物理，目不地聊天，他们来说的话也是说最近还会再去更新更多的这种镜台和地听。是罗汉摄魂，观战方这边是有加渡劫的，那就是说比对面的这个大唐要慢，但真阳令旗没给、这个、不拿哦，没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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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怕被那个什么吧，漫天没蓝。那我感觉说实话这个秒不动啊，秒不动秒不动，摄魂加这个都秒不动了，那运气好的话能把对面的大唐抱死，运气不好的话什么时候做不了，这个地听算送了，但是他这个地听牵扯了对面地府的注意力，对，没延出来。但我们讲道理，不牵扯又怎样？那再拉嘛，你女儿村真用掉了吧？女儿村真用掉了，然后你地府的摄魂用掉了，然后我斯托里有天地，我不会被点，一会儿我神木林起来之后，我某化身寺还有化身寺再拉一只地听，这一回观战方这边化身寺不活血，就硬拉。就硬拉一只全魔，因为活血自己的一个天地单位也没用，没意义，对，确实没意义。就硬拉一只全魔地听，对面大唐也不会少啊，下回合像嘛，好像非常的有道理。他可有可能活血了。落花怎么是？活了，他活了，活了，活了。不，他二号宝宝不拉的话呢，有可能拉地听。那没冲刺手段了。斯托林别飞啊！这把像，他不会神木林还有吧？有，我不意外，我只是说，因为他宝宠现在来说的话很尴尬的一个点，直接读书了5.0元，对面宠是。21321，这个宠的一个这个来说的话就很尴尬，太少了。闪爆，那夏文阿拉就没意义了呀。是呀，没意义了呀。夏文阿拉真没意义了。对面的话也是由于观战方这边盘丝结阵的存在，很细节的给大唐卡了一个回蓝回速度，这样的话再度拿到场上速度。对。所以你象形都用过了，安静默默再控对面的一个，这把控一直活了。他说实话，这虽然活骗很少了，只能这么想了。行，先把对面的这个地听带走，密润，观战方这边依然没有放弃，想在夹缝中求生存。哇，这一个。恶爆直接打了11000的血，
那狮驼岭也只剩一丝血量，对面大唐有干将，虽然说有天地不能点他，但是观战方这边这个神木林人是危险的单位啊。哎，但是观战方这边狮驼岭是点一个怒象的这个经脉的，你发现没？象形过后变身没掉，对，他点怒象就是说他已经做好了拉起来天地去象形对面的准备的，就是说因为现在来说的话，雪山来说最近应该是带多带了二三十只地厅，多带了二三十地厅，嗯，然后他们点这个金马好像是支持的，就是速度调快一点，我出了地厅以后，就说那当前我会象形点，下完后你好像做不了事情。是，这只地厅一来应该是最后的牌了，他们地厅还有，地厅是肯定还有的，只是说哎，无间加伤害了，磁性能吸啊，加伤害了呀，向元和增加了观察方这边地厅的伤害，抽抢单抽，嗯，这把狮驼岭不会是连环的吧，啊，他应该是象形加抽，下回合他要加倒无所谓，拉起来加强二号比自己的那个快，对吧，化妆速度快，拉起来就能加上，但狮驼没对面大唐快啊，你像没用了，他得提前像，不是这回合就别像了，化身给神佑，二号拉狮驼给敌，然后化身没神佑吧，那有神佑吧， CD 到还没到吗，愤怒有吗，愤怒肯定是有，你这个血量也应该有愤怒，对面没笑他，嗯，化身给神佑，二号拉狮驼，然后给敌给真阳，反正对面女儿村又是一个没有灵源的尴尬局面，对，实在不行我们一二三四再来一次鬼气，怎么说看样子没跑说实话看样子没跑，而且出手了，对吧，像不像出手了，如果说有高灵源的加持，加上如果对面稍微大意了没有躲的话，嗯，会不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可能性直接理论上出直接出去会不会过分了一点，有无间怎么不能直接出去呢，你只能秒八下嘛，你要秒对面九个点，嗯，普玉笑破血的，这个笑破血的笑破血，对，深渊战敌加，那这样子的话观战方这边没有真阳啊，渡劫给有渡劫愤怒是够的，听说明成没有没有，那好像这几天即使出手了威力也就一般，拉起来敌来看狮驼，看狮驼是不是笑对了啊，哇还有破血，笑掉还有破血，但他破的是，对，他破他知道会上那个什么会贴保护，这样破狮驼是最稳的，但是这样打不死啊，观战方这边有敌吗，他不会法系加一个吧，有连吗，有，但是最多最多能让对面大唐死，我觉得这是最最最多的能让对面大唐死，我差不多了，没真阳主要是你知道吗，没真阳吃了一敌，有真阳的话能翻一翻一倍，我觉得大唐倒了，大唐倒了，看一下能不能秒一下宝宝，对，秒宝宝的话宝宝应该是直接走，嗯，能不能秒到宝宝，能秒到，3800神了哎，是秒了3800，不是哦，血量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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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想对面有没有可能连一下把对面女儿村带走，嗯，小四海两边一起吸没问题，那观战方这边还是没有物理速度啊，尴尬，还起来长驱啊，对吧，是啊，起来长驱你好像没辙，所以说只能慢了，对，哎，对面有没有单位，有没有雪宝宝，没有雪宝宝的话观战方这边可以快了，观战这二号还有没有拉人药，化身几个药，三个药，对吧，太有了，他就看三号有没有，是个很大的问题，就看三号有没有了，蓝药卡好，还魂也行也行，也算拉人，嗯，对吧，对面是有雪宝，有宝宝拉吗，没有没有魔镜，观战要飞了，你要干嘛，要起飞了，完了，点挂小死亡觉得你二号能拉，五号拉速度慢了，对面 那好像飞到队长了，对，飞到队长的话，但还得死，都一起死，都一起。有长神能贴住不？能贴住，关键但法系还能补刀，补刀的还能补刀。哎，自己也倒，正倒了。不过对面法系出手，关键方这边队长位置怎么都是倒的一样的。对，嗯。哎，他点地听秒了，本来好像秒不到的，本来秒不到狮驼。你的意思是，如果点地听秒的话，就是说，有机会狮驼秒不到的话，然后宝宝也没跟。看一下对面宝宝有没有拍歪的，都这么
宝宝全卡血，哎，不吃那时候反正斯托林真不倒。对面女儿村吃落花的，哎呦，这时候反正价值千金。三号是壁垒过来了，拍到了其他的乱拍。三号是立劈，就是壁垒拍过来的嘛？立劈，对面三号，嗯，是壁垒拍过来的一个宝宝，在那个什么之前拍了一个啊、嗯，拍了一个冲过来，嗯。恶报，善恶，对，是拍了一个过来，直接换了，对面来了，嗯、对面的宝宝资源是太丰富了，轮到对面冲刺了，现在，但对面没什么灵源，没什么灵源，说实话，下回合就能放了呀，啊，下回合就有灵源了，对面就说这回合可以清理一两只虫，同时再拉地停，哎，秒宝宝就行是吧？对，秒，把孩子杀掉嘛，把一号孩子杀掉，关大方这边。关大方这边明显拉药已经吃紧了，对吧？嗯、那我这时候拉这个什么？关大方这边除了化身以外，其他都不支持拉地停了。盘丝没灵源，下回合有灵源，武装没灵源，感觉雪山走得有点远啊。这只地听要是笛子一家，关大方这边就扛不住。哎，幻境哦，幻境术现在不能放，幻境术现在不能放，这只大概率不是全魔的，因为观战方这边法系还在，等下一只，因为对面女儿村也在这个没有灵源的状态下嘛，所以说用了一把金青，有花护，无魂，罗汉回放幻境 ，OK 的，补血先饱满，化身也保住。对，打秒一号一定要先把一号秒掉，因为一号现在来说的话承担着一个还魂的重要性，但二号是吸的，能不能吸住？30，流沙上古灵符，能吸吗？最后一丝了，嗯，化身给笛子的，怕关联王这边拿地听反冲。好稳啊！观战还有地听吗？有，真的还有吗？绝对有，他们更新了23只地听，23只，放出来了吗？绝对够，绝对有。地听是肯定够的。那化身还有3个宝宝，再来。在对面有罗了呀，已经。对。已经明着有罗了，这没必要再用地清去硬冲吧？哇，全部不中。两边来说的话，说实话，这场比赛对战方女儿村的这个风域命中率啊，是不太高。这啊还不高啊？经常是三飘高，对，三飘很高，那个不高，单峰不高。这怎么单峰过吧？这狮驼岭快给他退回来了，退不回来了，对吧？宝宝也暗防，没办法，没办法了。现在来说的话，对，加魔镜也没什么。你说这要有一个那个，你说这要有一个65回合决胜时刻，对吧？关大方这边些许往后面，好像也没往后打的资本，没有了，是真没有了。这00怎么打呀？神木林20，盘丝301，这真的是神木林了，已经。对，是神木林了。啊，打尺子。怕防全力了，嗯，我花给谁啊？啊，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尺子？嗯，怕对面下回合冲你啊，先换啊，是吧？还有几天，方还有的，但是感觉观战拉的像只全魔，对面拉的像有敏的，有机会。他名字就在这，其实说实话，主要是观战拉敏的没意义了，已经。观战方这边说实话。没啥机会了，哎，幻境术可以用了。女儿给你这个机会吗？女儿敌了呀，对吧？对面女儿，那这一点灵源我也不争了，敌了呀。那我们大家 happy 一下嘛，对吧？那每个人都把该交的。那要是观战地听先出手，先秒对面一波，然后对面地听再出手，再秒对面一波，哦，有没有可能化身倒了？讲道理啊，说实话，这个时候观战的地听他只能秒到一个地听，对不对？对，对面的
你的意思存在，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关大方这边领先秒对面一波，对待方的地听后出手，而且是吃了高陵园的笛子，是，然后秒到了关键幻境术的一个情况，哎，再秒对面一波。说实话，对面这个时候任意一个点倒，关大方这边还是打不过，任意一个点啊，只能是一个点。我化霜倒关大方这边的很难打，没宝宝没药，居然还是没宝宝了。对，神木真是灵啊，宝宝神木灵，对。有地听出手了，对，这三个地听怎么得要，怎么都出手，对，怎么都得出手。但观战如果说拉快地听的话，的确感觉没什么意义，不让你换境，完了，也没给，也没给，也没给，也没赌。观战方这边全盾啊，神佑，谁给敌呢？加鬼眼，那这个啊，砍掉了。那应该是对面四号有人给敌吗？也盖罗也求，两边都来玩假动作。哎，他先保一手，下回合再看有没有这个可能。那就是说对面先不把眼睛甩了，不甩眼睛，先正常秒，用一个技能单秒。嗯，一号先出手，反正这个也不是什么很大零元的。对对对，尺子也没给，笛子也没给，无所谓了。沈梦玲怎么说？祝个信。对面四号冲怎么说？主要是四号怎么说？秒的也是一号已经出过手了，出过手了。那全魔的怎么说？还没秒掉啊，也出手了，就秒你宝宝。他反正资源多嘛，他不加也行。对，对吧？他不加。哦呦，会爆伤害就高。还真没加过地造。没加过全魔的。啊，这全魔要是来个什么一真阳两敌啊，那也没真阳，这美滋滋啊！我知道，我就说真阳两敌，那不美滋滋啊。那出去了，出去了。那对面反正继续拉呗，我觉得对面有冲的资本。对面是太有资本了。随便乱出。对，对面不过这两个地听可以不用管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把眼睛甩掉了。又被封进去了，很准，连续两次都中了。对，一手笑里笑神木不让擒，还是要保障一下观战方这边的宝宝。四公里下一回合能起，对面地府已经没有灵元了。大唐是场上的六速，比对面的地府先出手空切了，这对于观战方这边来讲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小死亡挂不进去了。有罗汉，这些地听也秒不动了。效率过后还有琴，但宝宝保住，下一回合就还有神佑的机会。力劈一下对面的须弥，毕竟先劈魔的嘛，也没问题。我如果是他，我就不劈，就让他放着，就让他放着。那还是清一下吧，逼对面拉宠。你这样来说，他会有个心理，如果换的话挺可惜的。万一他就不换了，一直在那当须弥死呢？啊！观战方这边明显这个是不怕，你看是不是还有，是不是还有地听再来？对啊，他们最近更新太多了，台子跟地听太多太多了。我这威力不是很足，讲道理。对面地府拉马了，对面地府想比那个，想比大唐快，所以说地府拉了个马。对，这样的话让地府的速度来到五速，比大唐快，可以挂小死亡。但是观战方这边这一回合这个地听，感觉要给对面吃威力。说实话啊，这个整场来说的话啊，整个来说，虽然说雪山。这场比赛来说的话，时运稍微有一点点的差，然后但是让大家看到了他们现在的一个硬件来说的话，是可以用豪门两个字了，真可以用豪门两个字了。而且我想了一下，这一回如果说物理系，因为斯托里是铁拉马的，对，所以说他有自信比对面物理快，是的。然后一手象形，这个二号如果说是个全魔，或者说是那只七轮，直接出去高陵园，有没有机会？那你得对面不吃你，因为对面的敌啊，对面的尺子是满的。地府除了没有以外都有，是，也就化身一尺嘛，女儿一针化身一尺嘛，就到头了呀。这观战方那这边来说的话，也就两敌嘛。两敌，然后吃一个尺，其实全魔的肯定出不了手。
真武装，这是必须要给的，必须都已经打到这时候了，不可能给你这个机会了。对，那观战方这边也是想拼一把，选择了真阳令旗但罚站了。赤焰战帝也加快的，就两滴啊，还是说靠象形？不用了，打不进去了。罗汉也放出来就一个字，绝望，直接飞。罗汉一加，一个字，绝望。有贴大堂，想防观战方这边象形的，但其实也防不住。嗯，有摄魂，有罗汉，两脚死大堂没问题，就这样了，差不多了，也就仅此而已。老死大堂没问题，其他就什么都干不了。能不能秒到宝宝？没秒到，没秒到。我觉得还是那个铃铛那只比较可惜。对，那个铃铛，我觉得可能是雪山整场比赛唯一存在理论性有可能打回很多资源的一只宝宝。然后对面地府很一个铃铛给你解决了，一个铃铛头就掉过去了。663，好，神佑，这个是武装被动生命之拳，脚底下有塔，可以清风望月。清风望月来吗？无魂傀儡没有清风望月，含情脉脉封一手对战方的法系，顶抗风命中，然后观战方这边化身似有金，解掉神木林封印。我佛慈悲拉队长，选择拉宠，治疗也用上了。观战方这边起密润，那下一回合有挨点的可能，善恶，但只有一只啊，不太够啊。善爆。没有压倒对面队长，这样的话观战方这边物理系由于对面又拉了一只宝宝过后，这个物理系速度又丢了，没有办法去向了，只能硬着飞。武装万天地吧，尝试着去天地，然后由于对面地府拉马的原因，观战方这边化身速度的话还是比对面地府快啊，那观战化身太快了点，对面地府有马。纵观整场比赛，其实我们切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观战方这边的输出，而且阵法被大克，而且对面女儿说拿到全场一数，就是几乎找不到观战方这边有什么点，除非来说就是那种地听抓住这种很巧妙的机会是融入进去以外就抓不到。然后雪山一山能打55回合，而且是跟紫禁城，这个是曾经的台州湾啊。这把说实话没有封中观战方这边的这个武装官很关键，让武装官天地套出来，武魂过来了。哎，行动失败，观战方这边飞出去，对面队长位置要倒，但是观战方这边他给毁灭闪了，会不会弹到师徒？我觉得这倒无所谓，没有消失王，爱弹不弹。也是，反正最后一个飞到的。对，想弹就弹，不想弹就不弹，无所谓的。再一把群，冰川单的，有罗汉嘛，尊重一下，对吧？他秒都秒不进去，观战方这边一号虫锁住没法连，善恶也跟了队长，但是能神吗？没神。狮驼岭飞完之后可以选择出宠，但是明显的感觉得到对面的这个受到的面伤压力其实也蛮大的。现在就是说观战方这边化身还有一只宠，狮驼还有一只宠，这不会啪啪两只吧？这要是啪啪两只也太夸张了，对面想仗着神马的最后尾巴来一把寡玉令加活血的操作。对面寡玉令加活血活队长了，缠珠，寡玉令加缠珠，那这把禁疗就很到位了。不是有一个问题，哎，四号有问题啊？四号善恶，我进去千里激发，风卷梅罗有爆吗？有。爆了呀！到女儿爆了呀！对面风卷，这宝宝神了，看恶爆有没有？恶爆有一点机会，恶爆是真有一点机会爆。来看一下，爆吗？爆！打到队长身上那就没机会了。没机会了。不过他对面女儿穿的抗性也非常非常的满。是，就善恶其实不太打得动女儿。那对战方的神马是最后一个回合，观战方这边狮驼岭拉了一个新宠，但是对面没拿到速度。哎，对，对面不知道。对，对面主要不知道。对，
而且对面三号宠的神马的话应该也还有两个回合，所以说对面在这两个回合至少是有速度的自信的，在没有小死亡的情况下，有天地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给狮驼岭挂小死亡的情况下，是不是说选择把目标转移一下，转移到神木林身上？因为观战方这边神木林毕竟是一个场上的九速嘛，对面大唐是有这个空切的能力的，163已经破得差不多了，风武装不可能再让你套天地了。但是观战方这边再来一只地听，外加对面大唐有可能踩圈，寡鱼鳞寡掉活血，还是鲜活女儿。那大唐平砍砍掉队长，不让他动啊，不让他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落叶萧萧再秒再神，而且这个群秒是秒到观战方这边神木林了，是的，就代表着这个一号地听慢中之慢。壁垒有没有滑到？没滑到。点啦，有点啦，这回合不会是象形吧？有没有可能是一手象形啊？还是阴气？不是，主要象形没意义啊。象形下回合加零元啊？不是，下。象形下回哦，你说狮驼加陵园这赌全魔，对他象形哪个？象形大唐嘛。象形大唐下回回水清啊？那怎么也骗你一手水清嘛？观战只能加渡劫，对面大唐是没有愤怒破血的。没有愤怒破血，没有愤怒破血的。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观战方这边一手渡劫，宝宝有贴，然后。真阳什么的该给的给，女儿接罗，真阳有机会出，看一下，真阳令其出，誓言战敌给，好吧，孝晴的，孝晴全魔的，渡劫给宝宝全贴，地府毒没给摄魂，对，的确整体血量有点偏低，对，金兽云池给一点，但观战方这边后续还有吗？他最多神木林给一点嘛，没了呀。人物贴倒，半天吗？怕不怕？没办法，贴不住了，已经贴不住了，还能怎么办？嗯，给了一把金兽云尺，就知道这半天一出就贴不住了，三把半天了。而且单秒的，对，单秒的，那怎么都走，半天不出他也走了。对，那好像这局没注意了。唯一一个雪山有点的就是那个地府那一把鬼铃铛，那个是对对，唯一一个是雪山些许存在理论上能或许说翻盘的点。那这个局的话好像哇，哎，我第一次看见了，就是宝宝是出现五个零的，哎，对吧？你有见过吗？好像是啊，我没见过出现五个零的。说实话，弹尽粮绝吧，真的。能打到这样，我觉得也算很强，而且观战方这边没有放弃啊，还要再下，奔着60回合，因为观战方这边已经找不到任何点能够去翻盘了，地听的点都没有。有没有理论性的多打？10分钟，那就看对面出不出地听。其实如果观战方这边有一排那种就是扛的近台壁垒，对，其实每个人身上有4个左右的药，其实多打10分钟，看能不能最后来一手绝杀打进去。但主要对面大唐还有一把剑，哎，再神吗？哎，无所谓了，这个时候神佑其实都无所谓了，这个时候神佑真无所谓了。嗯，这前面的神佑有点伤。的确，前面都已经有看见曙光了。对，我都要快要摘到月亮了，可惜天亮了。对，那咋办呀？这样子的话，观战方这边武装官感觉没事儿做。没宠。对啊，他孩子也拉过了嘛。嗯。无魂丢丢了，神木林孩子也拉过了，那回换了杨护的是换逆境，说错了，换逆境拉化身嘛，拉化身，
他知道武装没事做，对，没办法。几个风源伞，韩青默默控一手地府，这种时候就尽力往后拖，但是没中。罗汉轻松盖上，比对面地府速度要快。然后对战方拉金刚，地府不是这剑斩了，只能剑斩了，三点剑来了，知道你幺六三破差不多了。嗯，剑的是武装，问题也不大吧。青音三叠想换掉对面的队长，但是显然并不可能。观战方这边三号宠神佑一手，但是武装万倒地对于对面女儿村的牵制能力也相应的变弱。这样子的话，对战方的这个女儿村只要控制观战方这边的盘丝，对面的点杀就是信手拈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对战方这个化身丝也可以随意的给队长位置活血了，因为有花的，他可以很自信的把观战方这边盘丝给控掉。然后盘有一说一啊，其实雪山切进来，我觉得从中期那波心态没有崩，能坚持到这么久，我觉得已经很牛逼了，真的已经很强了，巨强了，已经是。有花没中啊，这个有点尴尬，说实话。对，小死亡不让挂。破血继续压到观战方这边施托林，毕竟没有物理速度很难受。对面先例没加上，观战方这边人给化身卡大金，哎，这化身不会有慈航吧？是开神了，但说实话晚了点，晚了点。嗯，对。无魂也丢过了，对面女儿村仍然保持带花状态。带花总不能两把不中吧？虽然说盘丝后期是很抗风，是，哎，对，每回合再加那个两点风运等级，抗风等级，对，啊，抗风等级，对，每20级加1%，是。那62回合已经120级了，对，120多级了嘛？120多级加6%左右的抗风，是，加上百无禁忌啊啥的，各方面的就已经很多了。对面女儿村反正带花嘛，相互抵消，那这样子的话风云命中率还是可以得到保障的。观战方这边盘丝反正不敢乱动，不敢去赌这手抗风。对面大唐的血量现在随便卡卡的话也够横扫，不一定要说去吃这把活血。无字金不让你丢法宝了，而且丢中了。观战方这边我佛慈悲，看样子拉人药也并不是特别多，孤魂命谱直接延一下观战方这边的武装官，而且还有可能造成延点观战方这边神木林的操作，一把风林火山。但是观战方这边的确已经没有宝宝了，所以说这一手风林火山如果说起风的作用是不是说不是那么的大。还是说对面化身已经不太有蓝了？哎呦，这个时候还真来了，你知道吗？真宝宝神。对，但是现在你拖到90分钟不够呀。主要是要那个什么就有点难受了呀。都已经在靠我佛慈悲提了，力劈也是把对面的先力劈掉，这样的话对战方法系的伤害也随之骤减。善恶打在藏神护盾上。现在我觉得弹尽粮绝已经形容不了观战方这边的一个处境了，我只能说这个5个0是真没见过，我第一次看见5个0，真的。雪山也算真的是把自己所有的资源都对打干了，最好的地方，自己有一说一。不过紫禁城他打的，你看，包括前期你就有回合直接预判起风，是，对，他知道雪山现在地厅多。这个预判直接起风，我觉得这操作来说也是别人紫禁城，就是说，真的也不是说完全是靠这个，对吧？还是靠很多技术上的东西在的。是，化身丝也舍自己了，没办法，尽力的往后拖吧。我感觉两边没什么蓝药了。对面应该还观战方其实还好，观战方有前期武装每回合都得回的，还好。嗯，现在倒地单位没人拉呀，这是很关键的事情。我磁心是吸起来了，但谁来拉？对，场上宝宝就2个，能再召唤出孩子的可能性也没有了。感觉盘丝一个药，然后化身丝的话2个药，化身丝那个宝宝已经拉过很多次人了，应该是没有了。本身化身丝格子就少，因为需要带小四海。那拉法系
清心咒，清心咒演，演掉观战方这边武装冠。这武装冠现在由于没有地听的情况下，好像作用不是那么大了。嗯，这没办法。沈木林还有拉药，但是沈木林这种时候比对面的法系快，也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嗯。啊，对面蓝药也给地府喂上了，都还有啊。只不过说，就观战方这边就是卡蓝药的单位不太多，回合数也是来到65回合。化身威，只能说化身威。对面无字经，观战方这边化身大唐一点剑，沈木林跟把抽。这个时候其实对面稍微可以打得松懈一点了。嗯，是。因为观战方这边实在是没有资源了。对，就的确拉不起来人了，拉不起来人了，什么都没了。含情脉脉，空法系，但是没中。醍醐灌顶，开掉自己小死亡，很绝望。说，哎，这个是倒地的那个单位小死亡，自己的是开掉了。箭射还波及了自己一下，宝宝神佑，但是已经于事无补。的确已经是面临对面收割的局面，但雪山呀，其实已经把自己的这个态度打出来了，打态度真的态度好，说是有一说一，竞技精神吧，说实话。嗯，其实中期的时候一度都觉得这已经没得打了，没得打了，他还是拼着自己的资源，就仅剩的资源，他夹缝中求生存。雪山这场比赛我觉得蛮能吸粉的，真的有一说一啊。他们的打的也没问题，是我觉得雪山这场比赛说真的可以用那四个字，虽败犹荣。嗯，绝对是这四个字，不是这把大课真不好说。对，不是把大课啊，但是我觉得可能雪山有一点就是他试图没有必要那么早去飞给对面造愤怒啊。嗯，对吧，平 A 几把多找两把那种漫天。不过中期在资源那么匮乏的情况下能打到66回合还没出去，这场比赛至少67回合，对吧，67回合才能结束。我说实话，这个雪山真的直接把竞技精神打满，嗯，大家演绎的淋漓尽致，不错。那化身倒地，只剩一个盘四颗一只宝宝的情况下，应该是无力翻盘了。对，哎，雪山今早第一场赢了吗？赢了。他打那个是那个永鹰机械那个吗？上塔经费吗？这个没留意啊、哦。嗯，我知道他们打的是。那个金刚体嘛，但永明机械，因为我在群中看到的一个表现，打得非常好。是那个方寸的队，对方寸国标，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打的那个队伍。起盾摄魂，反正就加速清场，对，怎么加伤害怎么来。哇，一场67回合的比赛，67回合，90分钟，90分钟比赛。说实话，这场比赛来说的话，就像我切进来就是给你说那句话，我觉得。雪山基本上很难受了，这场比赛。而且从开局那个大唐点杀过来的那个伤害而言，就没法挡不住，挡不住，完全挡不住。在零金风的情况，不是零金风，就低金风的情况下，是少人就是2-3千开。是那时候还没漫天啥的。对。然后再加上后续观战方这边随着对面大唐横扫空切叠上了7杀，那大唐的伤害就更加扛不住了。是的，那也是攻。